莲的菠萝包。冷饮杯每杯新台币30元，无限量供应哦。立顿柚香绿茶，激浪汽水，要配的是榴莲菠萝包，每一个新台币65元，季节限定，新品上市。以这个比例看，就可以知道这个菠萝包有比较小一点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。香酥的菠萝包外皮哦，比较小一点，有榴莲的香味哦。馅是香甜浓郁的榴莲果肉，搭配华顺卡士达酱。有啊，要水沟吗？嗯。剥开之后，榴莲味就好重了。如果可以微波热着吃，会更好吃。内馅的榴莲味还蛮浓郁的，回甜，还不错。可以试试看哦。